苦涩的沙。你心里究竟爱的是谁？我爱的是老婆。托塔都是我玩剩下的。哎呀，人生污点。前期打的就很凶啊。对，闪现过去一拉，无痕沾了第一滴血。哎呦，阿泰杀老师呀，干嘛呀？有事回家说不行吗？双方在原地旋转，谁转转得多谁就赢。哎，有道理啊！想骚扰一下，但是老王被流了呀。二技能交过了，可能要交一血拿下。好的，看一下这边初庸也被抓，老虎粘到初庸之后很疼啊，要交了，又死一个。看看扁鹊这边的输出位置，在塔下越塔强杀吗？看这边被反手一拳打到墙上，直接秒掉。勾到了，要反打，漂亮，这个反打 nice。无痕回身就是一锤，咚！张飞还好了一个大，这个跳得不好救。兰博告诉你，老牌干将莫邪不是盖的。是的，在干将莫邪还没有改版之前，我就已经站在了 KPL 干将莫邪的顶端。这是在保级赛当时把托米打出心理阴影的男人。进一个阵，阵出来，一个大招，强秒 C 位。这该咱俩不能说，说谁死谁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注意弥生这波秀，斩能不能抢到对面？很难抢。一刀，哇，抢到了！我的天哪，哇，这个嘴啊，这边再往前。拿到。这样的话，弥生我是有可能拿到暴君的。哇，这个武则天的大招接一技能，哇，苏烈抢到了。这个梦奇走不掉了，难受。这个血量，东皇太一敢来，再给个盾，大招反大直接走。先 XQ 的一个野区掌控率非常的高，而且决心很强，这个不能抢的。哎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这下跳反了、啊！东皇太一跟一个大，这个直接带走。哎，这边被抓死，哇，这一飞要收人头，强收，这个好像很有可能要一换一了，能换吗？哇！接下来的话，其实自家野区 RNGM 这边很难保护，不好说啊。苏烈还有大的进来看到，闪现拉到梁晨，这波进来抢到了主宰，队友应该要把它卖掉。看一下，补过来，大招全部复活，五个人瞬间赶到。复活再站起来，哎呦，闪现！哇，没嘲讽到。